这今天带小老儿准备出门了。这从土耳其回来之后，这半拉月呀，我们一家都没出过门，除了崔姐上了趟两趟医院去检查身体。这崔姐都马上5个月了，已经5个月了，是吧，媳妇？对，我的孩子在那儿读书哎。你孩子，对，爸爸给你拿过来，去哪儿都带着他家的小黑孩儿。我忘记。他妈说这么穿不行啊，这出门。你看我怎么给你穿衣服？你看你怎么给他穿衣看你怎么给他穿衣服。你看他都在这读书，咋疼呢？他疼呢，哎呦我的妈！你抱孩子你不会吗？我会抱啊，能给你，哎呦我的，挑理的还。啊，他老爱给我穿。这将来你弟弟或者妹妹出生之后，你看呗，行吗？我就问他孙子，他是不是刚出生的？不是一个在明年的地里，不是一个在西边的地里，帅。啊？不是现在的你，我是谁刚给的帅？完了，他说那孩子是你们给我生的呀，我凭啥给你们看？媳妇儿，这你说这玩意儿，那谁的孩子还挺看不惯，不是和你一样？和我一样，不是什么娘生什么孩子吗？你看老二不是随你吗？啊？爸爸的女儿。走吧，出门了。我们今天这有半拉月没出门了，这陪老二陪人家二老板去趟游乐园，陪崔姐呢去买东西。出发，走。老板一上车就假装睡觉了，开始。老公，你看中国的车现在多受欢迎。现在中国车确实是很，这每一个商场里边都有展示。俄罗斯人现在是非常喜欢中国的车和电子产品。想走哪儿抱个孩子，你瞅瞅，你看别人不笑话你老二。去哪儿玩啊？咱们。去哪儿？走就行。跟着你走啊。行，咱们看他去哪儿。这宣布半天地方了，宣布个这个地方。是在北京，你看我们正好在这儿。哎呦，走半天呀，就玩小孩玩的。这俄罗斯人都去哪儿了？这没有人玩呢，这么大游乐场。小老二这一个人包场了。哇、哦，从这儿出来了。这丽娜认识的新朋友，你在这玩会儿，我跟妈妈去逛街，好吧？就在这旁边。哎呦我的妈！行，那我去了啊。和崔姐来到肯德基了。在俄罗斯，这肯德基受制裁影响，也不是肯德基了，成俄罗斯的企业了。但是这点餐机上面还是有，但是都是还是肯德基的那些东西。而且语言呢，可以选择中文，直接中文点。你看，挺神奇，东西还是原来东西，就是名字换了。崔姐这今天有点头晕。低血糖是吧？怀孕了，低血糖有。我刚才买点东西还差点晕倒了，是不是因为天气啊？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，昨天还特别冷，今天就挺暖和了。我们先回家了，这崔姐不舒服，晕了一回。我后来老了的时候，在超市里面倒了一次就清楚了，刚再就去换衣服。